我其实接这个电影，第一是非常喜欢，其实跟顾导演也不是第一次碰面了。我们很多年以前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剧本，然后有一个很好的角色，那也是因为档期的原因啊，其他的原因可能就错过了，蛮遗憾的。其实一个影片的片名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哈。 这么豪华的，我有时候那个躺在床上，我都挺激动的。<笑>你是不是有一种都不敢自己都不敢信以为真的感觉？对。我一直觉得自己那个是一个很朴素的人，就是很溜边的人哈。但是这个电影呢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，是一个很。 与众不同的电影，是一个很有魅力、很美丽的电影哈。其实我是被戏中的每一个人物打动，并不是仅仅我的角色，我被每一个人物打动，就是，在台上就坐的所有的演员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戏里面都是活灵活现的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精彩的。 我觉得爱情是非常伟大的，但是电影所表达的寓意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份情感，可能是更伟大的。在爱情的当中，你会寻找到喜怒哀乐，你可以跟你的对象、你喜欢爱的人去分享，这个就是人生。 很多人为我的事情，揪心也好，困扰也好，我觉得我是心里很难受的，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自己把该做的事情继续做好，该拍的电影继续拍好，用好的作品继续呈现给大家。天上人间被查封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我们知道秦总和天上人间。好，谢谢各位的配合。